係啦，我哋咧而家好忙得好緊要，因為咧裝修仲未搞好啦，我仲要睇住嚟裝修，跟住幫佢哋要買好多啲零件啊，因為自己揀噶嘛，好多花好多，啲窗邊又要買，但係同時咧，就搬咗咁多嘢過嚟啦，已經全部都係我喺舊屋嗰度搬上私家車，搬翻落嚟再抬上一樓，呢係一樓嘅房嚟嘅，所以呢排抬到個手臂咧真係大隻咗。勁重啊，大佬！呢度幾多箱啊？你想話呢度起碼要30箱台咯。做咗好多運動啊，你都。好似嗰啲 chef 咁樣咁大。好似嗰啲花咁樣。係。呢啲係你搬，但係我 pack 嘅。係。大家分工合作。同埋一半係我哋喺香港運過嚟，已經冇拆個箱，跟住擺咗喺嗰間租咗嗰度年大半年，差唔多兩年就要搬翻過嚟。搬屋真的很辛苦，是超辛苦，是跟住我哋仲要搞很多嘢，裝修完就可以買窗簾，我哋看看我哋買啲咩窗簾，出去看看，就我咧，我哋買條勁長嘅窗簾棍咯，係高過我嘅呢個，啱啱好先擠得落架車，由車尾篤到去車頭司機位，就要揀呢啲好多嘢揀啦，窗簾棍、窗簾布全部都要揀，係超級忙咯，所以。金色的金色的金色最靓的所有东西都要搬上楼上好像住唐楼那样搬上楼上怎么搞大佬你看这里如果有床有柜有电视就自己抬上来两层楼抬到你呕电不要以为送货那些人会帮手送貨咪擺喺地下嗰層簡直，就係呢個啊！佢可以 extend 長啲嘅 ，Yannis 個面色啊，沉得咁短嘅，可以 extend 啊嘛呢啲嘢，佢會伸長幾多啊？咁你都啱啦呢度。做咩你喺度搬嘢啊？點解？我哋啲港女需要幫手搬嘢。阻住師傅做嘢喎、啊、你。哇，好勁喎！搬咗一次啊！我哋啲港女幾捱得，又幫得手。喺鏡頭前搬咗一次喎，好重啊！咁又好重啊！唉，劈嘢都劈得好。孭住個 LV 搬嘢，我哋未裝修完已經搬剩幾個嘢，好多嘢搬喎。我啲鐵箱要幫。我得咁喐啊！阿師傅見到我哋個機咧，驚死我哋整親手你識唔識用啊？好擔心啊！其實我係偷咗佢個箱，佢哋買咗工具個箱唔要，抌咗我哋攞翻去裝自己啲私人嘢。好啦，今日搬住咁多先啦。喺英國做男人就係親力親為，乜都要自己做。喂，喺香港有啲搭你架車推過去啊嘛！只是搬落車推上樓，呢度仲要搬上一層，仲要喺車路嗰度行入前花園入門口上樓上搬，搬到黐筋啊大佬！係啊，遠好多條路。好啦，我哋咧仲喺呢個咧英國嘅叫咩啊？燈籠啊，喺度排呢個燈籠，即係好似香港嗰啲家品店咁樣專賣家品，買兩個窗簾。一個咧舊價錢寫係$16，而家新價賣$18，已經加10%價，12%價啦，已經加咗，加十五添喎，好似15%價啦已經。英國啲物價升得幾快，所以越遲裝修越貴啊！如果我哋上年一早嘅裝修就係買$14嘅可能，係貴啊！我買兩個都有唔同價錢牌啦已經。其實周圍都有通脹。英國就加得再快啲啦，係啊！啲嘢唔買，不停見到佢加緊價，啲所有啲電器啊，剩啊。係啊！我而家變咗做處男，喺度試窗簾。我哋初頭咧，靚靚矮嘅色 ，OK 啦。呢個咧，英國款窗簾可以又光又暗，又光又暗。升高降低，升高降低。係啊。我哋咧初頭諗住去訂做咧，第一間睇咧要89磅，跟住我哋睇第二間50磅，跟住
再睇睇下，原來我哋呢只槍係 standard size 嚟嘅，周街都有得賣嘅，18磅搞掂，一模一樣同一樣嘢。89磅係一格啫喎。89磅一格。即係89磅就變咗18磅，原本要整5個嘅。係幾多錢？就450磅咯，而家100磅搞掂。我諗好貴喎，你個槍嘢咁樣，原來好平。standard size 就係，即係啲 standard size 嘅英式槍咧，個個都係咁闊，佢就會做一個 standard 嘅出嚟俾人買。差好遠價錢，五分一價錢，四分一價錢，差唔多。做出嚟嘅一樣，一模一樣。咁我哋就會有5個呢啲咁樣整曬喺度。嗯，好靚啊！靚。係我揀嘅。系，好啦，仲有呢度咧，有啲咩啊？啱師傅幫咗我哋，啱師傅幫我哋由啲扶手，好靚啊！好靚，好似好名貴咁啊！即刻係名貴噶，唔係好似靚木，靚木做得好，啲師傅係好啲。呢個我揀嘅，呢個色係啲師傅手工好好啊，係啊，係啊。都是做扶手即刻跪氣了。嗱，尋日咧原本呢條柱就咁樣樣噶啦，我哋去買油啦，係咪？油完咧，你睇下，即刻唔同曬，嗰啲木紋咧即刻出曬，靚到黐線喎！即刻，好似好名貴咁樣啲木，即刻油嗰陣油咗，只不過係近啲俾大家睇下。有兩條，有兩條，阿師傅咧係油俾我哋試下嘅啫。係咪爭好遠啊？呢條同呢條。好啦，呢度咧差唔多整好啦。呢度整咗個火爐喺度，呢個大門咧。是裝在外面的，那我選了這隻呢，是綠色藍色這樣，英國做很流行的色的。可能你們呢又會說，啊，這些死人色啊，但其實隔壁那幾家屋呢，對面的屋呢都用這隻色的，那所以是流行這隻色咯。這道門有什麼特別呢？應該特地訂做呢，它就不是普通木門來的，這個呢是鋼門來的，這裡所以呢很堅固啊。同埋佢呢度咧，你見上面咧，佢呢度咧係有嚿嘢會伸出嚟篤住個門框，所以咧啲賊咧就唔係咁容易穿嗰道門，係非常保安性強噶。你見佢上中下咧都有條嘢咧會伸出嚟篤住道門嘅，咁咧個賊咧就壓唔開道門嘅。但係其實係講咁講啦，不過槍咧就隨時可以打穿嘅。啊呢邊咧，佢呢度咧。都有條柱咧，係頂住咗嘅，轉咗嚟之後，即係你係佢一頂住咗個門框咧，你係推唔到出去嘅，因為佢呢度有條柱咧係塞咗落個門框入邊，佢兩邊硬住嗰道門嘅就會。嗱，你見下邊我都有啊。啊，道門咧就有嗰啲 lift 位啦，呢度又有啦，其實地下都有啊。地下咧，即係佢五邊咧、四邊啦，都硬住曬道門，呢度篤住啊，呢度篤住啊。咁所以道門咧就係超級防盜門嚟嘅，但係閉在隔離有個玻璃窗咧，係一打就爛，可以入嚟嘅。咁但係自己整咗之後就好似開心啲啦，安全啲，感覺良好啲咁樣咯。呢道門超級重啊，要兩個人先搬得到。我要靠個氣泵咧。升高度門對翻個位。Nie podnosi jeszcze kurwa, bo jest ona za daleko to już. Czekaj, dobra, dobra. A co tutaj drillujesz te? Nie. Czekaj, za nisko jest, za nisko. Jeszcze trochę do góry. Ni go long, a tutaj fajnie go long. Ni go long, le? Tak czy tutaj fajnie go long. Teka, sifu jest tył gał gęn do mola.因為有少少唔啱位，ale kurwa jak
jak jest w pionie, chyba że to twoja waga chujowo pokazuje. Bo dół jest... Hola, 好啦, 隔幾天呢, 師傅呢, 就來裝埋這個 fireplace, 因為要等它油完油, 乾了之後呢, 才可以裝上去, 因為我知道轉了顏色嘛, 那轉顏色呢, 是領, 超級多啊, 立刻跟那邊藍色呢, 跟這邊呢, 這邊和一邊藍, 很balance啊, 另外這個小小蝦肉色呢, 就突出這個白色的 fireplace, 因為我們原本油那隻米白色和白色基本上好像一樣, 那個 fireplace 黏了牆壁那樣, 現在的 contrast 就漂亮很多, 那個 fireplace 也很漂亮, 裝修師傅都, 哇, 挺棒啊, 這樣, 裝修很漂亮很多, 雖然可能他們是哄我們, 應該都是的, 你們那些 haters 就, 哎, 好看啊, 這樣的, 那你們盡情地留言, 跟這個磚牆呢有少少襯返呢都幾等襯幾平衡，所以這個顏色現在呢師傅呢幫我們拆後面這個鐵籠，不知為何之前那首的業主呢他喜歡建這個鐵籠，但是根據我跟隔壁訪問隔壁的鄰居呢他說他從來沒有用過這個鐵籠，他只是在上面呢是種了一些提子，因為 因為現在搞了一整年完全沒有人理他，他們山都整個森林了，已經是人在野，好像那些劫後餘生沒有人存在之後，那些樹木自己瘋狂地生長，是我們上年來的人是得很少的，但現在魚山都頂大堆，上面整大堆樹枝，現在要拆都很吵，不知道為何他搞到這麼複雜，好了，我們進入最後一個星期。 他們有很多事情還沒做好，但是他們趕工當中很多人來了，是最後一個星期最後衝刺，因為其實大家很多事情都要左等右等，是很多要輪著做的，但是到最後一個星期很多事情都搞好了，最後剩下面那一陣就可以全部人衝進來做，那師傅剛剛在那邊就搞緊條煤氣喉，因為是煤氣喉最後才搞，因為來了搞好了被人撞爛了就很麻煩，他搬東西那陣會漏氣很危險。 咁喺屋外面走呢就防止咗爆炸嘅危機啦，因為佢哋之前有問過我哋嘅，其實屋入面走啲屋出面走，咁屋出面走呢就冇咁靚嘅，咁啊好似有條喉喺度咁樣啦，一定要裝喺高位啦，如果低位嘅，阿 Margaret 踩兩腳就踩斷咗條煤氣喉啦，咁啊大件事啦，係咪？咁室內裝呢，前排呢英國都有幾次爆炸，煤氣爆炸就係條喉漏氣呢喺屋入面呢積聚咗喺啲櫃入面啊，成啊，咁呢就爆啦。 咁就裝喺屋外面咧就安全好多啦，因為屋外面咧就算佢漏氣咧都係飛上天空，就唔會積聚咗喺度就唔會爆炸嘅，咁咪安全第一啊嘛，咪爆炸死 Q 緊嘅大佬係咪？所以就佢係嗰個煤氣飆咗出嚟咧，就即刻出翻屋出邊，咁喺出邊行咧就安全啲。咁我入去睇下間屋入面有幾多師傅喺度。頭先有一個係呢個。 水泥水做水喉嘅師傅嘅呢個啊陳木秋生啦，呢個大隻佬啦，呢個電工師傅啦。Hello, hello, he's very busy。跟住呢度咧就係個 utility room 啊，仲係咁嘅情況嘅。咁上面咧。 阿游七师傅喺度搞紧条楼梯，呢个厕所咧就仲系未搞掂啊，因为呢个厕所咧系唔啱装咯，我哋要买个另一个厕所，再唔好搞佢啦，因为呢个厕所咧佢最衰系咩咧？佢咧系成个尾直推入去噶。 即係冇咗後面嗰個罅罅靚咁樣啊！咁但係咧就變咗佢頂住咗呢條水喉，頂住咗原本嗰條內水喉啦。咁所以咧，我哋買個另一個廁所咧，係冇咗後面嗰個，即係好似傳統廁所咁樣，後面有個穿窿嘅。咁就可以就翻條水喉位咯。咁呢個咧就唔會浪費，呢個我哋搬落樓下嗰個客廁嗰度。咁客廁咧就叫佢搞掂嗰條水喉先鋪地磚。 咁就呢個廁所可以拎翻樓下用，我哋買個另一個廁所咧，好彩樓下嗰個未買，就買另一個用咧，就係可以喺度用，就調轉嚟用啦，唯有。咁呢個咧，佢哋仲未整啊，呢個間隔。咁點解呢個間隔咧？
就係可以完成噶啦。抬埋個廁所入去，整埋呢個間隔就成個搞掂噶啦。咁呢度房咧就冇乜特別啦，已經搞掂曬啦。呢度就係我哋嘅儲物空間啦，已經搬咗半間屋過嚟啦。呢度咧清潔埋添啊，嚇塵都抹埋，冇嘢搞啦，閂門啦。咁呢啲就油咗個柱啦，好靚啦。嗱，呢度油曬啲樓梯啦。上面咧就係零進度啊，搞咗地板之後咧，係乜都冇做過啊。呢個廁所咧。都是冇喐過的，你就話呢個好核突的廁所咧，係冇進度。呢個 lock 嗰個咧係完全進入爛尾狀態，因為呢個 lock 咧係另一個工程團隊做的。咁嗰個工程團隊咧，唔好意思啦，佢英國人嚟嘅。咁另外下面搞 extension 嗰個冇事啦，英國人嚟嘅都係，但係著內裝嗰班咧，全班都係波蘭人嚟嘅，東歐人嚟嘅。咁佢哋就。初花我見到佢哋都好交代啦，好勤力啦，啲嘢做得 OK 嘅。但係呢個 loft 咧係一個英國人嚟嘅，咁佢哋做完個殼之後咧就消失咗啦，爛尾咗啦。咁之後廁所嗰啲瓷磚啦、地板啦、油漆啦，都係樓下啲東歐人幫手做嘅。咁嗰個英國人咧就完完全全咁消失咗。完全爛尾狀態，如果不是合有另一個團隊幫我們做地板做牆身呢，是爛到一間，即是好像大家經常聽到英國裝修爛尾了，人做下做下消失了， exactly 就是這樣了。那班人就自己消失了，又不挑你，乜都又不回來這樣。他們連那個棚架呢都隔了成兩三個月才拆，是不知道他們玩什麼的。我們香港那個 PM Danny 哥呢就在這裡貧學緊，安排緊，看看怎樣可以將它完工翻。我希望 Danny 哥未找數給那個 Andy 師傅，那他還有錢可以找第二班人接手搞定了這裡。如果不是呢，其實現在都叫搞定了，是個廁所搞不定，即其實 Andy 哥自己爛尾呢，那我們已經有另一個團隊幫我執爛，已經是搞定了，算這間房是另一間幫他搞。但這些工程呢啲咁嘅水喉工程咧，就係一定要揾翻原初裝水喉嗰班人嚟做先得嘅。電都係嘅，即係佢哋分兩轉做嘅。第一轉咧就係駁曬啲入嚟啦，第二轉就係完成臨完成之前整翻靚仔俾你啦。咁又要分開兩轉嘅。咁第一轉水電嗰兩班人咧做咗咧，第二轉一定要揾翻佢哋做嘅。如果唔係，有到時有咩事咧就好撈教，係埋唔到尾嘅，即係。到時咧漏水都唔知邊度有問題，因為唔係嗰人做，亦都唔係嗰人負責開嘛。咁啊焗住咧要揾佢嚟做，但係呢啲牆身嗰啲地板牆身嗰啲咧，就已經揾第二班人搞掂咗。咁水電咧就一定揾翻原初第一班人嚟做，就唔可以揾第二班人搞。咁所以冇辦法，呢個焗住要繼續爛尾。咁啊要好彩我哋有兩個廁所可以喺樓下用住先。咁啊呢度就繼續跟進啦。咁呢堆就係鏡櫃啦，同埋個洗手盆啦，呢度啲燈啦，我啲水喉啦，全部呢擺曬喺度，呢啲都係齊曬啦，不過冇人嚟做嘢啫。